关于你所说的悄然撤离，我想强调的是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，是人民的子弟兵，来自人民，植根人民，服务人民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，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宗旨所系，本色所在，是一代一代传承的光荣传统。在人民利益面前，这支军队永远是一支听党指挥、能打胜仗、作风优良的突击队。悄然撤离是军民鱼水情的生动体现。